看了。我去拍几张照片。没有照片可以拍呀，没有照片可以拍。晚上好，嗨嗨嗨，嗨嗨嗨嗨嗨，不在排练室，我在。你这房间号多少？323。我在323乐白的房间。干嘛？没事。哎呀啊！怎么感觉在你们房间显得我脸大？什么原因？可能是你这房间太白了。谢谢投票。晚上好啊。没办法睡他们俩中间，他们床太小了。脸大的人深情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有人跟我说我脸，他说脸大的人深情。谢谢豆哥，不带舅舅过来，因为他们朋友会打架，舅舅带不来，舅舅会被打，会挨揍。我要坐到那边去吃吧。这里有个，有个小短短的吗？腿短短。哎，这里果然白一点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怎么今天有点主动啊？他平时。因为他今天缺爱吧。谢谢丁丁猫的999，谢谢丁丁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999。雪雪，感谢你，谢谢，向你敬礼。不一样，谢谢投票。这这这这这，我因为我刚刚跟百姓他们出去吃饭。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聊天，呵呵，顺便在他这里开个直播。怎么我在哪个房间也要管？谢谢波波的99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小峰的99，谢谢谢谢谢谢小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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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1块钱，谢谢1块钱的99，谢谢你谢谢你。怎么会？我今天不是才上公演吗？搞得好像见不到我一样。谢谢小鸭的99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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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谢谢。谢谢胖丁的99，谢谢胖丁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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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膝盖已经好了，谢谢 KK 的99，谢谢 KK，谢谢谢谢 KK，谢谢你，你看一不跳公演就好了，谢谢大黄呱呱子，谢谢呱呱子的99，谢谢呱呱，谢谢。谢谢小苏的99，谢谢小苏，你们团建吗？你们，谢谢小游的99，谢谢小游，谢谢小游，谢谢。不要说舅舅的坏话。谢谢小被子的99，谢谢小被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小森的99，谢谢，我像一个那种。
复读机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投票。谢谢小犬，谢谢小犬的九九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你。我脸太白了我现在。谢谢25秒，谢谢，哎呦，转掉了，谢谢小淼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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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睡的九九，谢谢小睡，谢谢你。我这手不稳，谢谢小叉，谢谢小叉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小叉，谢谢。我的手不稳，我拿这个支架来用。谢谢投票，录了一个小青，谢谢小青，谢谢小青的九九，谢谢小青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小一的九九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哎呦呦，我手机掉了。投票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支架有点难展开，等会买一个三脚架了。呀！你为什么不买个那种简便的手机支架？有啊。你自己呢？买一个手机支架怎么样？再给你买个灯。这个手机支架很好用。你买个手机，这是三脚架，这是相机的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小九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。会眼线教程，眼线怎么教程啊？眼线不就是描着画一下吗？谢谢投票，谢谢。我说了，谢谢小一。我觉得小芝跟我们，就是感觉像喊我们一个 staff 的。谢谢小夏，谢谢小夏，谢谢。那叫小猛。我们有个 staff 姐姐叫小芝。蛮不习惯的，谢谢投票。这是我给你亲自取的名字，必须要接受。谢谢投票。哦，他不是，对不起。谢谢谢谢。谢谢投票，谢谢谢谢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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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丢丢多高了？竟然会有人问一只猫多高了这个问题，着实是没有想过一只猫它能有多高。谢谢投票。对，我们丢丢马上1米8了。快1米8了，不到1米8吧？你们猜我多高？我今天为什么会说自己这个身高问题呢？是因为今天我跟清源在后台换古装，然后呢，我穿着那古装的鞋子，古装鞋是平底鞋嘛，然后但是它还是有这么一点点跟的嘛，就是鞋底嘛，有一点鞋底不算跟吧，有一点鞋底，就是那个古装的鞋底大概有一点。然后他没穿鞋，我穿的古装的鞋，我比他高。
所以我猜测我们俩应该差不多高。我穿着有鞋底，他光脚。然后今天增高鞋垫了，因为穿了鞋，估计他就比我高一点点嘛，可能就差不多比我高一点点。谢谢投票，谢谢，谢谢小户的九九，谢谢小户，谢谢谢谢。对，但是我脚很小，而且我发现好多跳舞的人他的脚都有点大，所以我之前觉得可能脚大的人跳舞比较好，因为站得很稳。谢谢小 NONO 的九九，谢谢 NONO 奖，谢谢。对啊，我之前看会长，他的脚就比较大，他的脚码数很大。谢谢投票，所以我想，哇，原来跳舞的人是不是脚长得比较大？所以这样什么啊？所以他们就站得很稳。T 恤好好看，哪里买的？哎呦，这问就问对人了，谢谢投票。这个 T 恤是就是哪里买的吗？有没有想知道我 T 恤是哪里买的？我的 T 恤是。那个就是SA48 周氏云游会的，这上面什么画的是什么我都没看，怎么是只猪啊？大家，这是音乐会是猪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周氏的粉丝都猪，就是哼哧哼哧的叫，知道了吧？谢谢投票，周氏有好多猪粉丝。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感冒时你还鼻涕妞妞。什么歌？艺术家？你没听过这个歌？我小时候天天听这个歌。你们犯随偶像，那你们应该像我一样，就是像我一样美若天仙，是一只，不是一只，我是一只蝴蝶，你们知道吧？我是一只蝴蝶，我是一只蝴蝶，你们是猪，我是一只蝴蝶，我是泥蝶，butterfly。我的贺卡没写呢，前两场没来得及写，然后我就想想算了，我带回来写吧，我就把贺卡拿回来写了，不然我在剧场也写不好。谢谢萝卜，谢谢小萝卜的九九，谢谢萝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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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有的贺卡就是你要给我发个翻牌。你就是你点我的生柱，你告诉一下我，告诉一下我你是谁。呀，小咪咪。呀，谢谢瑞士医生的九九，谢谢瑞士医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投票。扑通还是冒泡？哎哎，好问题，我不分。谢谢小陈，谢谢小陈的九九，谢谢小陈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小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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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守护。百姓雨，百姓雨怎么消失了？怎么走了？百姓雨，他不会偷偷。你在干嘛？我准备刷牙。我以为在你偷偷流泪呢。结果声音很洪亮。他在刷牙洗脸。
为什么要偷偷流泪？因为我把他打了一顿，行了吧？真的是，还问这个问题？我能打你，怎么不行？打咩？我可不是什么人都打的，想得到我的一拳吗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是我的拳头很贵。哎，我在直播。哦，我知道，我还想说白馨宇的鞋怎么？哇，他腿好短哦。你怎么在这儿播的？因为坐那里太白了，就是他墙太白了，啊，照了我整个人都就发光，因为我穿的黑衣服。那把灯调暗点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我也坐过来了。或者关掉，不要这个灯也可以啊。哦。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原来我开了一个就是假的。你坐在这儿觉得太亮了，就可以把那个灯关掉。因为我穿了黑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冷白皮。知道，黑衣服是啊，显白。对，非常白，不需要这个灯。等会，把我手机屏幕调亮一下。可以看猫猫吗？但是它现在在玩儿。我好有趣，那真是我在哪里都有趣，好不好？看，谢谢小夫，谢谢小夫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小蛋糕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你小蛋糕，谢谢谢谢。再看，看你们在我的这个心脏旁边，谢谢小 K K 什么，谢谢这位大侠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小胖今年九九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想那个特别土的，如果你购买这个应援服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彼此放在了心上，最靠近心脏的位置。谢谢小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九九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。多好，有人退款了，什么意思？原来我不在你的心上。我这镜面怎么这么笨呢？我这镜面，但我今天真的心脏不太舒服，很闷，因为夏天了，我就可能是我的肺不太好吧，所以我就一直喘不上气，我就这样深呼吸。我击掌的时候特别难受，击掌的时候我喘不上气，击掌我太煎熬了，我因为人很密集，我就呼吸不上来，因为闷。是因为对，因为我就是身体长的，就是很容易喘不上气。怎么身体长？因为我有贫胸综合症。啊？什么？因为我有贫胸综合症，所以我这里这骨头长得太凹下去了，所以呢，就是会呼吸不上来。而且我的肺不太好。你们嘲笑我？怎么嘲笑我？我人家就是生病了。医生诊断书上就叫这个名字，是这里这块骨头，这个骨头长得太平了，因为别人正常的是这样凸出来一点，有点往外凸，就是平，我是有点往下，这胸腔可能我猜测是因为这个胸腔有点挤压太小了，就容易胸闷，然后。我的肺又不太好，是真的对吧？是吧？我猜的没错吧？而且我的肺不太好，
就是之前生病嘛，然后医生说是因为我身体长太快，然后我的肺没有跟上，就是我就生病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就身体长太快了，我的肺没有跟上我的生长，所以我感觉就可能这两个原因综合起来，我就会很容易胸闷，然后夏天又热又闷，我就特别容易胸闷，特别难受。加上最近很累，然后又喝了，就这两天公演都喝冰美式，喝完之后我的化妆的时候手都是这样，我在画眼线，我就一直在手抖，抖特别厉害。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整个人就是这半边都会麻了，对，会心悸，但不喝又不行，不喝人又会肿，又会没精神。这个看不了医生，这是我的人，这是生长发育问题。这个这跟医生没关系，看医不是什么，就是这个病也没办法治疗，这是我生长发育，这个人体的就是就长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容易胸闷，会喘不上气，就这样，我一直在大口吸气，所以我就很担心。拉票我又会很，我帮别人助演我都很紧张，我不担心我自己拉票。嗯，不是，就是做扩胸运动也没有用啊，我是骨头长成这样，什么畸形，你才畸形呢，就是这里骨头长得比较平，也不叫畸形吧，就是跟正常人长得一样，但是它比较胸腔比较小吧。对，叫植被综合症，它有两个名字，但是另外一个名字太难记了，记不住。今天助演，今天助演，我本来想搞一个古风的发型的，因为我就是直接这样子穿个古装有点现代，然后想搞个发型，结果这个新闻他所有的发饰都是男装的。我就没得带，我没有东西扎头发。孙珊珊应该有啊。嗯，忘记了，他应该也没带吧？他把他古风都丢了，他说了。啊。因为不跳实践了。但是有那个呀。我一看五月围巾，啊、哦，一点也没想起来。算了，而且他助演他漂亮就行了，我无所谓。不是我助演他。你觉得漂亮就行。谢谢小弄，谢谢弄弄酱的九九，谢谢你的九九，谢谢。他漂亮就行。你们知道我们设多少种转法，多少种托举吗？就是他在网上搜一些，就是那种就是古风的舞，然后看人家各种托举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平就是脚这样直着伸起来，然后这样子他扎个马步这样举，还有那种就是往上举的，试了好多种举法，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肌肉都拉伤了。而且你们知道排练的时候我太累了，排练的时候他转了好几圈，我整人转晕了，我这就是眩晕了，本来我排练又喝了咖啡又难受，整个人给我转晕了。对，然后我俩肌肉都拉伤了，因为一直在看哪个动作比较适合，有的就是看人家跳的就是那种动作就是做出来有点奇怪。对，我本来开伞是因为要下雪，结果下了也不是雪，是一个亮片，那个亮片亮，只有我是脑，这头发是全是亮片。谢谢投票，现在膝盖已经
没什么感觉，还好。对，我感觉谢谢投票，就这里有道，这看吧，看不见，这里有道划痕，我觉得我卸的妆可能会就是划到了，现在擦的粉底看不到，只能看到粉被擦掉了，盖都盖不上，本来想补妆把这个盖上，发现盖不上。对，那种散的边上就很那个。我破相了，我那破相了，但是我一到了看不清。谢谢投票。嗯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！他今天怎么这么那个？上次不理人。谢谢投票，来，他叫什么来着？人家乐。他叫扑通。好，我掉，我掉，太重了吧，宝宝！哇！哇，我的妈呀，我没抱过这么重的猫，哎，坨坨也很重，跟坨坨差不多感觉，好大一只，好重。宝宝，你是不是有点重啊，宝宝，你觉得呢？你要走了，看看你，看看，抬头，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说是三个？都是白吗？哇，掉毛好厉害，看我这个衣服上面全是毛。他住着。我发现你们是不是只要是白色的猫就说它像惨哥，因为他们太喜欢残哥了，所以看别的猫都像残哥。之前说丢丢像残哥，现在又说扑通像残哥，谢谢投票，真霸道你们。哎呀，我膝盖又有点痛，给他捂。我妈给我发微信说让我贴个暖宝宝在膝盖上。惨哥大众脸，惨哥不是大众脸，只是说这些人太喜欢惨哥了。谢谢惠顾，谢谢谢谢惠顾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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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回顾。这个名字取得好啊！谢谢投票。谢谢回顾，欢迎光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随挑选。为什么他们这种口音是全国统一训练的吗？你一定要这么说。优衣库请我吃喇叭，我可是很值钱喇叭。谢谢投票。关键也不止一家店，好多家店都是这样说话，搞得人很有压力。因为我就是不是不太想别人太关注我，这些店的服务员就是太关注我了，这些导购我不适合太关注，我这个人适合待在没有人的角落，适合一个人。不要太关注我，太关注我反而不想买东西了。所以我都那个
淘宝。什么叫你就走了？什么意思？你们让我挑选了什么吗？你们是我的导购吗？你们是服务员吗？我可没在你们这买东西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对，你们是猪，我把你买走了，所以你几块钱一斤啊？现在猪肉。把你们烤成五花肉，这样，然后把你们串成烤串，叫烤五花肉，这样撒盐。谢谢。谢谢这位豆豆眼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豆豆眼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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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好疲惫啊我！我现在是靠一个谢谢投票，靠毅力挺着，其实你不行。谢谢 XY 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幼稚鬼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幼稚鬼，谢谢，谢谢小鬼。不排了，今天太累了。谢谢阿杜杜杜柴，谢谢小柴，谢谢小柴的九九，谢谢你小柴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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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起来真的很困，是对呀，因为我们两天都是下午公演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会两场下午场的？你一般都是一场晚场，一场下午场，或者是两场晚场，怎么是一场下午场，一场晚，这两场下午场，搞得人很疲惫。太难受，而且下周的公演还是周四，这个场次太不友好。下周要拉票了，还有三天准备时间，救命！好快呀，时间，怎么办？完了，睡不着了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而且我发生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，就是我一个舞。一个节目，我上个月就想好这个节目了，上个月我就把这个节目编好了，结果一看有个人，他跟我跳一样的歌，我还跟他说，哎，我们歌是一样的，然后发现他有一个点子也跟我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先打个预防针，就怕有人说我那个，就是说我抄袭怎么办？但是真的是撞了同一首歌同一个点子，但是很小的一个点子，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点子，但是那是我上个月就想好的，不是同一天，他人家已经跳完了，已经表演完了，范围很大，你们猜不到，换不了，我这个上个月就编好了，我都这么现在临时换也想不到更好，而且这是很小一个点，都不算不上是舞蹈动作，这是一个很小的点了。就是先跟大家说一声，免得引起就是什么误会。但真的是，可能是同一个老师编的。但这个点子是我当时自己想的，就是
因为它是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点，可能我不说你们都注意不到。谢谢投票，但是我预以防万一，我还说一下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那这个节目上个月就准备好了，就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拉票的时候，我已经想好这个节目。但是呢，上个月想好之后又反悔了，又不是很想跳了。想的太早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跟你们说，想太早就有点想放弃了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很想跳，这个月就觉得哎一般了。后来我又这个月就是临时又把这个舞又改了。我不跳古装的，我跳现代的。我干嘛没事跳古装的？我又不是学中国舞的，跳现代的我还能就是往韩舞那边靠一靠。你就靠跳就古代人的舞，我不会呀。金宇文他是专门学这个的。什么时候去拍古装剧？这个问题就不能问我了。谢谢深藏 blue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 blue， 谢谢小 blue 的99，谢谢 blue， 谢谢你。你们知道鱼怎么说话吗？鱼说话的时候就是 blue。 我本来要去拍一个古风的 PV 的，然后为什么没拍呢？因为一个是我的生日公演没有生日公演。这段时间拉票没爬不了生日公演，还有原因就是资金不足。对啊，因为他这段时间排拉票不排生日啊，只有这段时间生日的只有那种 MVP。 等一下我拿个东西，只有那个 MVP， 还有就是他们有生日主题的是什么才可以这段时间生日公演。耗时，我只能总选后了，因为本来跟我说是五一劳动节生日公演，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说五一劳动节我生日公演，我说不好，不行，我来不及，我要上学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，就是来不及。结果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根本就不排公演，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明明在运动会，骑摩托是拉票会放，本来想拉票放，但是放不了了，因为来不及拍。就是上次拍的素材不够，太少了，我想拍的好一点。虽然那个姐姐不是拍视频的吧，但是我想拍的内容多一点。上次那个拍太少了，因为她不是专业拍视频的，所以她画面拍的不是很好看，不好看的我也不想用，所以我想再补拍。但是补拍那个姐姐没有空了，她得工作，她得拍课片，所以呢我就不能拿票放，打算留到生日放。怎么样？对啊，我自己剪，因为他不是拍视频的，他也不会剪。我今天刚去拍一个串场，但是呢也不算什么串场，我就找
我就自己随便拍点，天黑漆黑黢黢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无语了。想自己随便拍点串场的，结果黑黢黢的脸都看不见。黑漆麻姑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完全看不见脸，又没有打光，靠自然光。哎，无语了。但如果拍那种好看的话，就得请就专业的，就是得有拍视频的镜头，还有打光的那种，拍出来就很好看。就打算，你看，我涂的这个唇釉是镜面的，我嘴巴现在像个猪嘴，我还只涂了一半，没有全涂，只涂了内侧，它已经像个猪嘴了。我还是适合涂那种哑光的哦。然后，让我想想，我等到生日摆拍，生日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。我想在暑假办，不然我之后太忙了。想在暑假生日公演，应该做个粉色 T 恤。等做粉色 T 恤之前，能不能先给我一个领带？因为上次给我的领带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我房间太东西太多了，太乱了，不见的。就是找不见的，能不能多给我点领带？就是我还可以分给大家，怎么样？今天我收到一条苏珊珊的，苏珊珊给了我一条她的领带，她的是蓝色的。你上次给我只有衣服，没有领带里面。我在直播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都这样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在直播，天！因为你默默的出来了，我还以为是白星宇，你们两个背影一模一样。啊？是吧？这哪里背影一样了？一个模糊的影子走了过去。真的，我只收到了衣服，没有收到礼，但是真的。啊？开磕？这是怎么磕法？谢谢露露酱的夜蝶，谢谢也谢谢你。啊？喂。我说背影一样的人是陈建南，无语了，就下课，他们以为我在说韩家乐，怎么陈建南的声音跟韩家乐一样吗？磕错了，友友们，磕错了。大可不必啊，大可不必、啊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一下磕了两对，你们看，三个人可以凑成两对。你们俩不吃，我们刚刚吃了。你们居然没有带打包回来，好失望。打了，包，我说打了，他说包的。没了，丢了，吃完了。吃啥？吃了那个烤羊肉串。吃完了，就是尖椒了，我不吃辣椒的。哥，不吃了吧？怎么了？把里面的芹菜什么都丢进去了。往出滚。那边芹菜又不是我咬的，它是包在那个卷儿里边的，我直接给它拿出来了。我不吃那个芹菜。这个房间好热闹，还行吧。白星宇在，他不在哭，花洒在哭，在那个，他的花洒在流泪，在洗澡。这个
你们吃了很久吗？我刚刚。嗯，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一直就吃完之后就太困了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嗯。看到了花洒和白星宇，好的，好样的。这个花洒每天都陪伴他，每天都为他流泪。然后原来白星宇在用洗澡掩饰流泪，知道了。他就是一边看那个花洒一边哭，所以就分不清他到底是水还是泪水。真的，你们看过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吗？就是那个女的在，忘记是在花洒，好像是在花洒下面，很痛苦在流泪。然后呢，因为她贴了个很大的假睫毛，所以那个水就从假睫毛上这样飞出去了。说明大家的这个眼妆很防水。啊，那是下大雨啊。嗯，因为它的假睫毛很牢固，说明这个假睫毛胶水很好。然后就是洗澡，哎呀哎呀，反正就是都一样，这不重要，这不是重点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如果想哭的话，就倒立，眼泪就不会流下来。你不知道吗？这是道明寺说的。还真不是道明寺。啊哈。巴德勒。道明寺说，道歉文化警察干嘛？陈倩很了解，陈倩其实外表上看上去像花泽类，她的内心是楚雨荨。我不知道喂。哎呀，小猫咪也来了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么多土味情话？哇，这个西瓜有个虫子，掉进去了吧？嗯。那你还吃？一边说哇，这个西瓜有个虫子。吃没有虫子的那一边。真的有一个。它是在汤里，哈哈哈哈，吃个毒吧。小胖子过来，小胖子。小胖子吃毒了。白胖子。是为了笑话。哎呀，你们哎，他们听到了，今天没意思了，烦闷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就烦闷了？就是我今天讲了海龟汤，你们要不要玩？海龟汤玩过啊。啊，你知道。你玩吧，来玩海龟汤吧，来吧。但是我已经说完了，我仅有的记啊，我还想到一个。你说，啊，胖胖，你都会哪几个？啊，我已经忘了。等一下，等白星洗澡出来，我要问，我要跟你。你讲的什么？海龟汤不是你前面在 MC 上面讲的海龟汤是什么个意思？我都没听懂。你说拍手那个吗？哎哎，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让我说，让我来。来。我先，你就 MC 上那个，你没听懂是吧？我真没听懂，我都不知道。因为你没有看到，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的手势。你要讲你之前 MC 上讲的吗？然后我都不知道你讲的啥。因为你在第一排对我说，就是小明和他女朋友开车，他开车带他女朋友，然后在高速公路上，然后开到一半他女朋友说他下车，然后他就停在高速公路上，注意高速公路是不可以停车的。哦，我知道这个，车速很快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？然后他，你要看我的手势啊，看我比划。谢谢胖金的九九，谢谢谢谢姐。什么？这你的手势是这个？我知道这个吧。哎，等我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你不能陈倩，你别看他。什么？等我说完。就然后呢？哎呀，谢谢胖青的九九，别送了，等会儿送。这是手势吧？这高速公路上手势。谢谢，等会儿送。等我说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胖青。等我说完啊，就是小明开着他女朋友，然后要停车嘛，但是高速公路上是不可以停车的，对吧？嗯，然后他就停车让女朋友下车，可能去厕所了吧，我不知道他干嘛。然后后来过了一会儿，女朋友回来了，他们就继续开车走了。开着开着，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人向他们招手，让他们停车，让他们载他一程。然后他男朋友就没有停车，嗯，就说这个女士，他就跟他女朋友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停车吗？
因为刚刚那个人是这样招手的，他说只有鬼才会这样招手，说明他不是人。然后他女朋友就对他说，韩家乐你又没看我，我看了，他说我知道啊，他说只有鬼才会这样招手，然后他说他刚刚那个不是人，然后他女朋友就说，哦，快看我，请注意，你说的对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啥意思？哈哈哈，不是，所以我知道你这个感觉，小夏的夜店，这个鬼已经上车了是吗？因为他女朋友死了，所以他才会这样给他鼓掌，说你说的对。觉得鬼是这样招手，是反着的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为什么叫海龟汤呢？这不就是个鬼故事吗？就是他这一系列的东西。其实是要这样子。谢谢小夏的九九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海龟汤的意思吧。来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，来吧。哎，那个百姓远，让他一起来。海龟汤玩过不？那好吧，我给你们玩一个。就是这种系列的故事都叫海龟汤。来，好，我来问第一个。有一个人黑天晚上，他口渴，他起来喝了一杯水。往楼下一望，啊，再来一次，一个人，你别看那个，一个人，黑天晚上很渴，他们不知道，他喝了一杯水，关了一个灯，早晨起来，他自杀了。哎，等会再说一下。一个人黑天晚上他口渴，他很渴，他就起来喝了一杯水，关了一个灯，早晨起来自杀了，请问，他为什么自杀？你们可以问我，我可以回答是与不是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就得问他。问吧。推理。你看弹幕，肯定很多人知道啊。没有没有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吓死了，取关了。真吗？他们说为什么？决定退出直播间，不要害怕，我的阳气很旺盛，我会保佑你。他是从窗户上，房间有窗户吗？有。他是晚上自杀还是早上自杀？他早晨醒来之后自杀了。早上醒来之后自杀。他早上醒来之后，往楼下一望自杀了。啊，你刚刚没说往楼下一望。楼下家。他喝的是真的水吗？是。他在楼下看到了人吗？是。他看到是死人吗？是。看到一下自己的尸体吗？不是。他的水有被人喝过吗？哎，不是。嗯。与此无关是吧？嗯。没关系。他看到人是他的，是男人还是女人？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嗯。你们可以猜一下他所在的建筑物。就他所住的地方是什么？你可以猜一下这个。殡仪馆。不是。停尸房。不是，你的粉丝要取关你了。高楼。啊，有关系。高楼。肯定是高楼啊，不然怎么跳楼啊？那没说他跳楼啊。他是跳楼死的吗？自杀了。他是跳楼自杀的吗？没关系。啊，没关系，怎么样自杀没关系是吧？嗯。百姓，你快开动你聪明的脑袋。滴到地上了，我都看你这面膜滴，我一边往下滴，你一边在那儿。其实问那个建筑，你觉得他住在哪？这种。他谢谢夜蝶，谢谢丢丢的夜蝶。住在东方明珠吗？没关系，因为很高。住在那种。是不是职业？高塔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吊塔吗？职业。那种。住的地方跟职业有什么关系？那种叫什么吊？啊一半。他住的是汤臣一品吗？汤臣一品有必要自杀吗？哎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吊。他住的是医院吗？不是，我刚才说了那个吊塔。他住的是建筑。他住的是精神病医院吗？不是。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他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吊塔叫什么？他住的是金字塔吗？不是。他住的是学校吗？不是，你都说是高的地方了。高的地方能住哪儿啊？先让他职业，因为他的一个，他是建筑系的吗？因为他，你想啊，他关了个灯，他是早上起来就自杀了。是个建筑系类型的职业吗？他是那个高楼擦窗户的。他关了一个灯。他是高楼擦窗户的。不是。
他住的是灯塔上吗？是。嗯。那就接着他了。那就是他把灯塔关了，那个人迷路了。你看那个吗？他们有人在问是灯塔吗？是灯塔，就接着问。还可以接着问，他住在灯塔上，灯关了。他把灯关了。下面是水吗？是海吗？是。你不是说下面有人吗？下面有人求救，他没听到。他不是都说了吗？灯关了，踩空了呗，是吧？是吗？他划船来的，怎么踩空啊？他是划船来的。因为他是灯塔嘛。他在灯塔上把灯关了，就说明有人迷路了，看不到灯了。是死的是一个人还是一船人？有关系。死的是一船人吗？嗯，有关系。遇到了风暴，海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海啸。但是自杀怎么可能是海啸呢？他是内疚死的吗？不是。这个船撞船了？是。撞到灯塔了？没有。怎么可能撞到灯塔？他这个船迷路了？差不多了，你们其实已经差不多了。就是这个人是灯塔的管理员。对，然后呢，就因为他黑天晚上关了这个灯，造成了伤亡、死亡，他内疚自杀了。就很多人因为关了灯塔。我讲的是初级的，给你讲啊。讲高级的，这个没意思，这个没意思。讲高级的。哎呀，谢谢。啊，讲个高级的，那给你讲牛屎草了。牛屎草我知道。那你给他们讲吧，我知道。那你讲吧。你讲吧，我有点忘记细节了。我记得大概的，就是说有个人听到隔壁一家人，就是在吵，听到了吵架的声音，然后吃的。啊，这个恐怖，我一定要给你讲这个。我靠，好恐怖！我以前在营里的时候，被人讲这个，我倒是起了汗毛。大家一定要仔细听。也好，我已经不记得细节，大概啊。你别看我，这个猫在看我，好吓人。一个男生，有一天，别害怕，他女朋友也没有父母。一个男生，等一下，你要搜搜是吗？嗯，没关系。别害怕，我有阳气。来，你们快听啊！一个男生，一对情侣，有一天呢，他被邀请了自己已经分手了的女朋友的生日会，然后呢，其实就他们两个人。他那天打开了门，打开门了之后呢，他进去了之后呢，看桌子上有一个蜡烛，有一个纸条，他把蜡烛点燃之后，他就死了。就是说他是参加他的前女友生日宴，跟他的现女友，就他自己。哦我还没讲清，就是他是参加自己前女友的生日宴。嗯，他去了之后打开门，屋子很黑，桌子上有一根蜡烛，有一个字条，他点燃蜡烛之后他就死了。我已经讲完了。就是一个男生参加自己前女友的生日宴。他去了之后呢，房间很黑，桌子上呢就只有一个蜡烛和一张纸条。他点开蜡烛之后，这个男人就死了。请问这个男人是怎么死？是自杀吗？是煤气泄漏吗？不是，都不是。前女友的婚礼。生日。没有别人，前女友不在现场。在。只有他一个人。他是烧死的吗？不是，只有他一个人死的吗？有关系。在场的除了他前女友和他还有别人吗？喂，没有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嗯。但是怎么安装？我买了，但是我不会弄。你要我现在去安灯？我在直播，小心说话。好。干一下嘛。好。好。好。哦。在直播。不在。哎呦，你们前女友是活人吗？不是。
没有没有，弹幕他们也不知道。他们可以百度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吓死了，他们胆子很小。陈立友不是活人。嗯。然后现场只有他死了。歪嘴龙。就是。前女友，我听过这个。前女友是想带他走阴婚吗？但是我忘记了。嗯，我忘记是什么了啊。听你像这个还有个字条，你们也可以在字条上后来写的什么，你也可以想。这字条是前女友给他的遗书吗？差不多。就类似的交代。嗯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。等一下，那个。但这个女朋友，嗯，是刚刚分手的。刚刚，他又交了新女朋友吗？嗯，而且这个女生呢，她有一点。自卑，可以接着问了。哎，我刚问他，他自杀还是他自杀吗？谁是自杀吗？男的，不是，女的是自杀吗？他也不是，他也属于自杀吧，属于吧，但是他自己不想了。他不想，这样就不是自杀了，但是。那就是他女朋友带他走啊。他女朋友是自杀。嗯。他点蜡烛看到了尸体。是。被吓死了。被吓死的，没讲细节。接着问。他女朋友很自卑。嗯。他尸体，不是完整的。嗯，是完整的吧。是完整的。就是和没关系呗，你不确定的就是没关系呗。自杀应该也不会把自己分尸啊。你说谁是自杀？他女朋友。他女朋友啊。女朋友是自杀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是完整的，怎么会把自己分尸啊？没办法分尸啊，除非让人帮他分。女朋友的尸体是她一个人还是肚子里有没有孩子？没有，她一个人。不是自杀，有点惊喜，被吓死的。为什么会被吓死？她尸体在桌子上吗？什么附近吧。她的尸体是吊着吗？是。上吊。嗯。缝衣服。这女人有点自卑，这男的跟她分手。他的女朋友长得很丑吗？不丑。自卑。自杀吊死的，点蜡烛之后。他上面不记得，上面写着：“我要你永远记住我。”不是。我当你上面的字重要吗？重要。重要。现在都知道他是被吓死。他是半不太自愿，是被吓死的了。那这故事还原性就是看纸条上写了什么字，把他带走呗。他为什么会看到是看到字尸体吓死的，还是看到字然后才决定死的？你可以问一个。他是看到字条决定死的吗？决定。去死的吗？同时吧。同时，尸体和字条两个一起。字条上面写的 CPDD。你问个顺序吧，你还是问你问一个顺序吧。是先看到字条还是先看到了尸体？先看到字条。字条上面写的向上看。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微妙的笑一下？有关系？嗯，你可以想象一下。字条是在桌子上，对吧？对。因为点开蜡烛。点开蜡烛，先看到字条，再看到尸体。你人呢？你说话呀，白馨宇。字条上写向下看，也不可能吧？就是字条上写的。你欠我钱。你欠我钱没有？不是。欠钱怎么能带走？字条上写的是。你们接着想，这女的自卑。我来找我离不开你。这女的很自卑，因为她有些身体上的缺陷。嗯，你们可以想一下。她是残疾吗？不是。他很胖吗？不是。他很瘦吗？不是。那我身体上哪里的缺陷？他是不是看不见？不是。是他听不见。没有缺陷啊。听不见。不是。没有缺陷啊。也是一种病吧。身体上的病。基因。他是男的。不是。那也没什么吧。基因变异。就是。一种病，没有缺陷，但是也是一种缺陷。皮肤病。很吓人。基因。精神病。有什么病会让自己自卑？觉得跟平常人不一样。有什么病都会自卑。所以我
后才怀疑皮肤冒焦虑，皮肤不好嘛，身上有脓包什么的那种类型的。还吃东西呢？没有。你刚刚那个饼，那个饼，那个脆饼，一戳胎记戳破了。怎么会自卑啊？还是病，胎记不算病，但是。谢谢丢丢的九九，谢谢丢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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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丢丢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快想嘛，脑子要有这个画面。玩个什么东西？看这女孩自卑。她没有手。她没有身体缺陷。身上没有缺陷。对。四肢健全。你可以看看提示，你看看吧。我看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广大的网友们，现在没有。可以了。他很矮。嗯。他是侏儒。他是侏儒。那这为什么会吓死他呢？他想上吊把自己拉长。是。哦。我猜到了。这个字条上写着：“我终于可以和你对视了。”啊、哦！他掉了之后，他眼睛是对视的，是平齐的。嗯。哦！救命、啊！这最可怕的是，你会想象这个画面。对，我当时自己在玩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吓到了，因为我真的很认真，就脑子里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其实这个男生搞了外遇，但这个女的因为这个很自卑，因为自己是侏儒，然后就很难受。然后呢？因为这个男朋友找的这个新的女朋友也是很漂亮，身高也是正常人，然后呢，他就因为这个跟他分手，他就很自卑，他又出来感受一下身高。那他十岁，他一开始点燃了蜡烛，然后看上面字，终于跟你对视了，一看到就吓死了。啊，因为点上蜡烛，然后一抬头，刚好就是他的脸。但他出轨，他活该。嗯，乖，渣男。我去看一下例子。白金，你吃吗？嗯。他们有猜到吗？没人猜到，他们都吓死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们再玩一轮。他们说现在晚上，关个灯的。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是一个非常有阳气的人。撞。来点阳间的。嗯。有那种搞笑的吗？哦、我也知道一个，但是它是有点恐怖，但是不是很恐怖。白鑫，嗯，陈倩倩可能知道，你猜啊？嗯。就是，哎，就是我讲的那双胞胎，我跟你讲过了啊，烦。那你问陈倩倩。哦，就是哥哥那个。对啊。陈倩倩也知道吗？他肯定知道，他都玩了，估计很玩过很多次这个游戏。应该讲牛之草吗？牛之草，我知道，你跟他说吧。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一点点，我就知道他。就是一个人，他听到隔壁有对夫妻，还有女儿，就是一个家子，然后听到他们吵架，然后有什么碗东西砸碎的声音，然后听到牛吃草的声音，然后第二天他打开门，因为他们觉得讲一点还不生动啊，你讲吧，我想不起来了，你百度一下，你百度一下，我想想啊，哦，他听到头撞门的声音，然后第二天，我感觉你把答案都说出来了。没有说出来，然后他还听到牛吃草的声音，然后第二天他就觉得很烦，他没有去看怎么了，然后第二天他打开门发现那家人的是那个妻子、嗯、死在他门口。嗯。白馨远，请问他是怎么那个什么，我已经说了答案了。你说了答案了。我没听见。他就说了答案了，但是我没听见。这故事其实是这样子的。有一天，就是这个人自己在家里待着，就突然听到邻居上吵了，就是传来一些声音。嗯。有这个声音，那声音这个声音。其实每一个声音是牛吃草的声音。你百度一下吧，你百度一下。晚上起来打开门，有一个尸体在你面前。到底昨天都是什么声音呢？我不记得。牛吃草的声音啊。不是。不是这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和牛吃草的声音吗？只有这个。你不，你百度一下嘛。对，先吧。别害怕，这个不恐怖，这个真不恐怖。这个跟我那比起来，我觉得我那是最恐怖的。嗯。因为你脑子里不。但是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吓死了。对。这样拍手。为什么这样？哎，这样会当和尚了，这样。当和尚是这样当，这个真的很恐怖。确实有点恐怖。但是我讲的不恐怖。
为台上的氛围不同。对，你现在讲就是恐怖。对，我现在都，因为我刚刚讲完那个终于可以跟你对视了，我现在心情都很差。真的，我心情很差。已经在人开始念这个经了，念三字经了。我去那种就好。人之教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查求是草，只有公式。我直接查海龟汤。你就搜海龟汤牛吃草就会有。我还知道好多海龟汤，但我又想不起来了。谢谢。谢谢小粉我的九九，谢谢你，没关系，我很有阳气，不要害怕。谢谢你。没有，百姓他也玩过，他知道，他只是不记得。对，我不记得，都忘记了。哦，脸好痒啊，这里。有一个年轻的男人，他的房子和邻居夫妇的房子中间隔着一片草坪。有一天深夜，男人被隔壁的吵架声吵醒，之后他又听到了摔东西的声音、砍斧子的声音和牛吃草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听到有人撞他家门的声音，他都没有理会，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他发现隔壁的女主人惨死在了他家门口，请推理过程，动机不同。这个男的是能成大事。他可能只是太困了。有这么多声音，他都不去看热闹，他不是中国人。看什么意思啊？我就不会看热闹。真的吗？对，只有百姓会。可能他睡眠比较好。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我也听过这个，但是我完全忘记了。你猜啊？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到了。女主人是被男主人打死的吗？你快回答他。忘了，是吗？是吧？算吧。是吧？是。忘记了，但是我只知道这故事的重点内容。重点是什么？我要推测什么呀？就推测他死的过程，他怎么死在他家门口的？就是你根据这声音判断他做了什么。他不是说了吗？有斧子的声音。对。还有什么声音？牛吃草的声音，还有什么？撞门的声音。撞门的声音。嗯。因为女主人没有让牛吃上草。不是。所以男主人生气不是，跟牛没关系。那为什么会有牛吃草的声音？牛在看热闹，看完了吃了吃草。不是。哦，这里好多海龟汤啊。对啊，网上一搜很多的。要玩吗？可以，我也很享受这种推理的过程，我特别喜欢看推理小说。又怕又爱看。因为女主人出轨被男主人发现。跟动机没关系，就推理这个过程就行了。过程就是男主人在狂。你就根据他们这个声音发生了什么，你从第一个开始分析嘛。换一个吧，他这个咱们俩都不清楚了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吧，嗯，砍斧的声音是把他四肢砍了，牛吃草是因为他四肢被砍断了，所以他只能嘴扒着草一点一点往前走，然后撞门，但是他没有开门，所以没有听到他的求救。妈呀，我不想玩了。玩这个好，我觉得这个不恐怖，而且还蛮正常的。嗯，有可以玩那种就是推理的。有母女三人，母亲死了，姐妹去参加葬礼，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一个非常有型的男人。等一下，有什么？母女三人。母女三人，母亲去世了。嗯。姐妹俩去参加葬礼。嗯。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了一个非常有型的男子，并对他一见倾心。回到家之后，妹妹把姐姐杀了，为什么？他们俩双胞胎吗？不重要。这男的喜欢他姐姐吗？不重要。啊？这都不重要。他想再参加一次葬礼。对，哇，好聪明。啊，就是。哈哈哈哈哈。感觉。那这和他妹妹喜欢上那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他想再看到他一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牵强。还玩吗？玩这种推理的，我可喜欢了。那我们应该去玩那个剧本杀，那个，还有那个。但是剧本杀看字，它多字。不是剧本杀，那个密室逃脱。哦。
那密室我害怕，嗯，剧本杀我不害怕，密室我害怕，还是玩剧本杀吧。密室我恐怖的我吓死。好，那下一个。等一下，等等，白馨宇必须要跟他一起猜。干嘛享受快感啊？不是，那我给你来个简单的话。我也没说你猜不出来，你怎么这样？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我脑子里有的，就是一个女人，嗯，她平常不穿高跟鞋，嗯，她有一天穿了高跟鞋，她那天在工作的时候死了，所以她是怎么死的？她是怎么死的？她平常不穿高跟鞋，我还死的。那天就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。他的工作是不能穿高跟鞋吗？是，也不是，就不方便穿高跟鞋。不是，跟他的工作跟穿鞋子没关系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是穿了高跟鞋不会走路被车撞死的。还真不是。他是穿了高跟鞋就死了，他是崴脚了吗？不是。呼吸到了新鲜空气。对，你讲一遍。嗯。一个女人，她平常不穿高跟鞋，有一天穿了一双红色高跟鞋，她那天在工作的时候就死了。我知道。她不会是个斗牛士吧？哎，不是。牛撞死。等我想想，她的职业重要吗？嗯，重要。重要。她是马戏团的。看弹幕说他是马戏团的，嗯嗯嗯，啊，马戏团，我不能再看弹幕了，不要提醒我。马戏团的和穿高跟鞋是啊，他是走高丝的，跟动物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？跟声音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他的高跟鞋卡住了是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想想，动动脑筋，随便问，你随便问。嗯，跟高跟鞋的颜色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嗯，那你干嘛要穿红色高跟鞋？就是穿上高跟鞋。跟高跟鞋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高跟鞋有关系。跟一共就这一个，一个线索。跟高跟鞋有关系，在马戏的，好像跟高跟鞋有关系。嗯。掉。完全不知道，没去过马戏团。他的鞋跟掉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去过马戏团，不知道。你电视上看过吗？这他们已经帮你解答出一个很重要的马戏团了。你想想，一般是想不出马戏团。你想想高跟鞋，对吧？是你想了半天职业，你想到不知道干嘛去了。你想想想，高跟鞋，高跟鞋用途是啥？穿啊。走路啊。鞋对，漂亮，鞋腿长。它是训，就是那些动物的吗？不是，我掉好难啊，真的好难。好难好难。高跟鞋是搞改变高度，啊，但这个是我唯一一个。它被那个绳索给勒死了。不是。啊？改变高度。它是脖子断了死的吗？勒住了。不是。它被砍头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他脚断了吗？没有。马戏团一般都干嘛？马戏团一般都有跟动物没关系，有一个动物没关系。马戏团不都是动物吗？有那个。他是人球。他是意外死亡还是？意外。他是被人为意外死的吗？是。人为意外死，他改变了高度。他们马戏团的门不允许高的人进，好难啊！快想，想不到。你，乐乐乐乐呢？怎么了？来，跟乐乐讲呗。一个人。啊！你们猜出来了。他是扔飞镖的，被扔的那个人。嗯。哦。我看弹幕，他们有人在问。是。直接猜出来了。是，好聪明啊！因为他变高了，所以扔偏了，他就死了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啊！再说一个，再说一个。这个我知道。我已经不看弹幕了，你不要提醒我。这个我知道。再下一个。栗子按了个灯。安了上面这个灯吗？这个灯，高级吗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很高级的，我啥都会。嗯。下次付工费。好，下一个。不付工费，不给安了咋？让我在黑暗里度过我的余生。
然后你就会点开蜡烛，看看。这应该蛮好笑的。你在搜游戏给我们玩。嗯。对。好。你要猜，你要问他是问他问题，他回答是或不是。我知道呀，我刚刚不是玩了一个那个吗？这就是名侦学院的是否与此无关。是否与此有关的一个游戏？我得找一下具体的答案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好可爱啊，这小胖墩。那就只会挠那个桌角，真的了。因为它上不去，好可怜啊。是否有？哎呀，那个黑色的冒泡，它可以飞檐走壁，然后它上不去。那是不是？这感觉有点难，但是好难受啊，小扑通。我刚才也没看懂。它上不去。我们先试一下好了。嗯。某次战争中，杀人无数的两个军官被困在了荒野里。他们孤苦无依，被恐惧和绝望快逼疯了，偏偏其中一位被恐惧没熬过去先死了，另一位更加陷入了绝望，他将自己的战友埋了之后精神已接近崩溃，更可怕的是第二天的早上他醒来发现死去的战友竟然坐在他旁边，同样用绝望的眼神看着他，请问是怎么回事？没听懂。就是他们有一两个老兵，有两个老兵，对不是军人，杀人无数，然后他们又困在一个地方，困在那个地方之后，他的队友绝望死了，死了之后那个另外一个人更绝望了，结果他第二天醒来发现他那个死掉的队友没有是这样的，躺坐在他旁边看着他，然后经历沙场无数，然后被困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困在一个地方之后非常无助，什么也没有，然后有一个队友死了，然后他看到那个队友死后非常绝望，把他埋了。埋了之后，第二天醒来发现这个埋的队友坐在旁边，看非常绝望的看着他。他们俩都死了。等会儿啊，我没看答案。是幻觉吗？等会儿吧。不看弹幕，我不看。他就是去搜的吗？可能吧。来了。他们说在猜，没有，那你们别搜答案，不许瞎搜。等会儿有两个版本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东西真的，你里面应该还有一个罩，一个盒子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盒子，一个抽纸盒。哦哦。它没有盒子，只有个罩。这个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有两个答案。是吗？就不标准呗，不统一呗。对。那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我来说一个，我已经玩过的，嗯，就是有一个城堡的堡主，不是什么叫堡主，反正就是有一个城堡的主人，他邀请了很多人来他的城堡做客，然后就是给他过生日，然后但是过完生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一个人活着，是因为什么？他邀请很多人过生日，对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一个人活着。知道，那你别说，嗯。他是了不起的盖茨比。嗯。哈哈，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了追女朋友。这个很经典。就是他邀请了一群人过生日，然后这些人全死了，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了。嗯。这个人跟他有关系吗？就是邀请的客人。就随便邀请的客人。嗯、是这个。就是有一个。有一个城堡的主人邀请了一群人给他过生日，然后吹灭蜡烛之后，吹灭蜡烛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吹灭蜡烛，也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吧。吹灭蜡烛之后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一个人没死。是自己吗？不是，这不重要。啊，那我没听过这个故事。那这些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人吗？对。他们这个主人有残缺吗？主人也死了，但是和残缺有关。这个主人也死了。对。就只有一个人活着了。可能是类似，但我觉得是类似，或者不太像跟残缺有关。谢谢投票。我想没注意听前面的。就是一个城堡主人邀请别人过来给他过生日，然后吹灭蜡烛之后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只有一个参加生日的客人活着，主人也死了，为什么？主人是个。是有残疾，主人也死了。我说跟残缺有关，但是
和主人是其他人是被他这个主人杀死的吗？不是，他们的死和那个唯一活着的人有关系吗？没关。我好像有点知道了，我好像听过类似的感觉。我也听过类似的。我知道了，其他人是不是嘲笑这个主人？不是。啊，那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听的肯定是那个鼓掌的那个。对对对，鼓掌那个。那我们说的就不是他这个，应该是新的。这个主人有残缺，跟他的残缺有关系吗？他的死。跟残缺有关，但是和主人的残缺没关。主人就是。正常人。对，哦，是活着的人，那唯一活着人有残缺，嗯，那个活着的人是盲人吗？不是。是聋子吗？不是。是四肢有问题？是。他不能鼓掌。是，就是这个呀，不能鼓掌的呀。就是这个呀。啊，对啊，那你还说你没听过？我听的，那就是跟我们说的一样。一样的，对，就是鼓掌。但是我那个故事版本是他们在战争当中。不是战争，就是吹鸣蜡烛呗。鼓掌嘛，然后。然后就是大家庆祝。啊，但我说的是另一个版本呢。哦，我听的版本是那个，好像是一群人在一个荒岛上。对，我听的是这个版本。是荒岛上。就是，啊，我听的是城堡里。是吗？我听的是一个人在荒岛上。现实废话大王九九，他的前提是在荒岛上，然后大家没有办法活下去了，然后。然后所有人就把自己的手臂砍掉一只。对，就是他们骗没有活下去了，想就是没有东西吃了。骗了一个盲人。骗了不是一个盲人，骗了一个残疾人。不，就是骗了一个盲人，他们说每个人都砍掉一只手臂吃。骗了个盲人，砍掉一只。然后只有那个人把那个盲人把自己手臂都砍掉。结果那天过生日的时候，大家都鼓掌了。对，他就知道，他们都是骗他的。哎，但是我听的是那个盲人，他没有手臂，但是鼓掌了之后是其他人都死的，因为他不能鼓掌，所以他没死。不是因为那你这个没有因，那你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 啊。他就是因为鼓掌，为什么他不能鼓掌？他残疾是肯定有原因的，他不能鼓掌，为什么别人都会死呢？因为别人骗了他。对，他以为每个人都砍掉了只手臂。他把他的手剁掉了。去给大家当饭吃了，结果别人骗他，他们的手都没剁掉，只剁了盲人一个人的手，都吃了他一个人的手。最后给他庆祝生日的时候去鼓掌，人家都能鼓，他不能鼓，他发现了，然后把大家都杀了。但这个故事，为什么人家杀了，人家鼓掌就要把他杀掉，为什么要把他杀掉？但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个故事有 bug， 因为一个盲人没有手臂，他怎么杀死其他人？而且就算其他万一只砍了一只手呢？砍了一只手可以这样鼓掌，你可以这样。也可以相互鼓掌，可以击掌，可以击掌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故事有 bug， 不用害怕。哦，行，啊，我再看看啊，有微笑吧？拍脸拍的肯定像。这个故事有没有趣啊？这故事也是很，就是第，还是你每次啊，不关紧，我每次以为关紧了，就拿着摇，然后摇到处都是。这个你不知道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一个男科学家回忆说，他和他的妻子去南极考察，但是中途中了雪盲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在南极游荡，最后只能吃企鹅来维持生命。但是他的妻子最后还是没有挺直，最后挺住，最后死了。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，最后被救了回去。第二天，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，但是回来之后竟自杀了，为什么？就什么？就什么自杀了？吃完企鹅的肉之后发现。因为企鹅吃完企鹅肉回来就自杀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他吃了尸，那他你那个妻子的尸体。对啊，就是肉味不一样，这就是最基础的了。嗯，那这太简单了。这太简单了，那你觉得还是那个是不是难一点？但是又要有逻辑的，不能完全没有逻辑的那个。但是那个高跟鞋我觉得就很难猜到哪些。对，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那个。对啊，那高跟鞋还好啊。哪个高跟鞋？我觉得那个小明和小红的是最有逻辑的。小明和小红。就是那个，就是别人跟我讲的，但是我竟然猜对了，就是那个鱼缸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这个吗？因为他猜对。哦。不是，因为这个很有逻辑，就是跟有关系，但是你马戏团完全没关系，就是跟你这个故事。在说啥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怎么听不懂了？我就出去装了个灯。这个是 MC 说的。看你没有认真听我讲 MC，啊，这个应该好吧，这个应该还，这个感觉不错，这个感觉会猜不到。有一个男孩跟他女朋友去河边散步，突然他的女友掉进河里了，那个男孩急忙跳到水里去找，可是没有找到他女朋友，他伤心的离开了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故地重游，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在钓鱼，可那老人钓上来的鱼上没有水草，他就问那个老人为什么鱼身上没有沾到一点水草，那个老人就说这河从来没有涨过。
长过水草。说到这个，是男孩突然跳到水里自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人都这么极端？一定要跳到水里突然自杀？等会儿你再说一遍。就是一个人吧，就是一个人，一对情侣以前在别说，一对情侣以前在河里，就是不是在河里，在河里。一对情侣他们俩在散步，女朋友不小心掉到水里了，然后呢这个男的就下河去救她，最后无果就上来了。然后过了几年之后，他故地重游又来这个地方，看一个老人在钓鱼，他就想，哎，这个鱼身上居然没有沾一点水草，哎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问老人就说，其实这河里一点水草都没有啊。然后这个男的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就自杀了。你前面没讲完整吗？他为什么就是他女朋友掉下去他去救他没找到他就上来了，嗯，跟水草有水草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河里面一般有水草，掉进去被水草缠住是救不起来的。所以说没有水草，那个是他女朋友的头发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觉得是水草，然后就把他踹下去了。他摸到他女朋友的头发。然后把女朋友踹下去了。一般来说故事都是这样，好多那种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放的，就是下去的时候把他一脚踹下去。对，所以他把他女朋友杀了，间接性的。倒也不是，啊，是间接性的。对啊，间接性的，本来女朋友都勾搭上他了，结果他以为他是个嫂子，啊，就是那种偶像剧，然后两个人游下去了，然后那个女主要把那个男主踹了一下。我看这个有趣吗？来来，那个白诗雨来，白诗雨当上帝。叫什么海龟汤？对，为什么这种游戏叫海龟汤呢？跟海龟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这个游戏的初始游戏就叫海龟汤，它第一个游戏就是海龟汤，就刚才跟你讲类似的企鹅肉。可是啊，就是说一个人不叫企鹅汤，就是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他干嘛把企鹅肉变成海龟，就是这个故事。他喝了海龟汤，然后发现不对，死了，自杀了。因为他原来一直吃的是自己最爱的人的肉。嗯嗯，原来他吃的是鸡海龟，所以这个游戏叫海龟汤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玩海龟汤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现在心里想一个人物，你们来猜吧。我想好了。你讲。是男的吗？故事结构啊。是男的吗？不是，你想好了。是男的。我啊，你要有个故事结构啊。没有啊，直接猜。到时候有个名字，你们猜吧。是歌手吗？不是。是明星吗？是公众人物吗？是明星吧，是。是演员吗？有过。拍过电影吗？嗯，是。上过院线吗？是。我怎么感觉在问小爱同学啊？小爱，30岁以上吗？30岁以上。啊？是两个字的？不是。是三个字的？是。是喜剧演员吗？不是。是周星驰吗？不是。真的感觉在往小爱同学猜这个猜这个。是影帝吗？是影帝吗？不是。啊？哎，30岁以上。影帝也是家喻户晓吧，家喻户晓三个字，30岁以上。最近有上映的电影吗？最近吗？对，近几年有吧。近几年这也我不认识什么男明星怎么办？很火，真的感觉在问小爱同学。是王宝强吗？30岁我都不知道这男明星几岁。是长得帅的吗？我觉得挺帅的。你觉得挺帅的？那可能是周润发吗？不是。是金城武吗？不是。是吴彦祖吗？不是。是刘德华吗？不是。郭富城吗？不是。是40岁到50岁之间吗？小了。这么大。哈哈。哈哈。笑容。是寇娜最爱的那个人吗？我觉得寇娜应该挺喜欢的。啊，是那个陆振华吗？不是陆振华。比陆振华还大。啊，完了，还在世吗？你别好好说呀。哎，你搜一下嘛，你搜一下。我怎么跟你说他在不在世啊？活在大家心中。啊？啊？活在大家心中。也在也。那你说他近几年还有电影上映？对呀，近几年有电影上映。我什么？他是隐退了吗？没有。是张国荣吗？不是。他现在是在世吗？在世吧。在世吧。什么叫在世吧？活在大家心中。什么意思？在世。你好好说。也有。
不是，是人，是人物，不是人。哦。哦。是电影人物。嗯。是中国人吗？是中国人。会 Chinese 空腹。想想想想。中是虚拟的，是吧？是。吓死他们都！他们都哎，不是，万一我出个什么，说我们谨言慎行，万一搞出够够，我要是孙悟空吗？是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弹幕有人说孙悟空。哟，聪明啊，聪明的弹幕。那再来一个。我不看弹幕，不要再提醒我了。再来一个，我心里还有一个一个，我想想是谁比较好。嗯，谢谢投票。可以好了，可以，我想好了，这次不是人，是一个动物。是动物？是中国特色动物吗？是中国特色动物吧？是熊猫吗？不是。是真实的动物吗？是真实的动物。它带毛吗？毛多吗？多。够够，谢谢。几点是吧？毛很多，很多。东北虎是扑通吗？扑通不是。是咕噜吗？不是，是冒泡吗？不是，你们老家的咕噜。丢丢，不是。是哈姆雷特，不是。哈姆雷特不是。是中心的猫吗？是。中心的猫是三哥。来，你来问一个吧，周周。嗯，让我想一个东西啊。眼睛的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他倒完一碗，我给他倒完，他又给他放桌上了。让我想一个东西啊，我要想好，等一下，让我想想。嗯，是一小孩。是影视作品吗？是。是真人吗？不是。是动漫吗？是。是中国动漫吗？是。是。哪吒吗？不是。是红孩儿吗？不是。是小孩儿的话是，是小孩儿，江流儿吗？不是。是两个字。不是。是三个字。是。是。葫芦娃。是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好笑！哎，我这两个猜的毫无逻辑。就我刚想。葫芦娃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发现我没有名字。乐乐来一个，乐乐来一个。我脑袋里没有构思。哦，你太差了，白馨宇。你现在想。我想好了，来吧。是。是人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是物品吗？是。物品。物品。房间里面的吗？房间里有。化妆棉不是，西瓜不是，白馨宇的袜子，直播架不是，农夫山泉哦我知道了，盲盒，是，哎迪蒙，好简单，马特，来乐乐，好了，太简单了，好乐乐，还是孙悟空难吧，剩下五千年，岁数很大，你们猜，我想好了，随便问。你先说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自己猜，你随便问。是人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吗？是。是中国动物吗？是。是很有名的动物吗？是。是中心的动物 吗？不是。不是中心的动物。嗯，是熊猫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园里的吗？不是。啊？彼得兔？不是。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吗？不是年兽，不是，是动画里的动物吗？对，是哪吒里的吗？不是，是捉妖记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是长捉妖记是虎爸，是长枪七号吗？捉妖记的是罗马，长枪七号好老，是皮卡丘吗？不是，啊中国动物，中国动漫，中国动漫里的，中国田园猫，不是，中国动漫里，不中国动漫，罗小黑。哎，猜对了！哎呀，有啊，冒泡不像吗？哎，冒泡呢？我给你们讲个男的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来吧。什么？
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国产还是？国产。真实存在？没有。不真实存在，女的。真人。都不真实。演绎的吗？都不是。动画里的？有，有动画。是故事里面的？有故事。是小说的？没小说。花木兰？是款游戏的人。貂蝉？不是。是王者荣耀里的吗？不是。那不知道啊，啥游戏？是倩女幽魂吗？不是。他说没有小说。嫦娥？不是。他说是游戏里的人，也不是王者荣耀里。是中国的游戏吗？是。中国的游戏。很火的女性角色。嗯。吃鸡打。吃鸡你们哪个人？男的女的你自己选。都是自己的。嗯。是 NPC 吗？不是主角。主角。中国游戏。啊，是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吗？不是。不要看弹幕。不让我看，我现在是个盲人。微微一笑很倾城。不是。微微。是手游。手游。手游。还拍成电视剧了？没有。拍成电影了？没有。在电视里出现过？广告。广告有，然后客户没有真人。是 QQ 飞车吗？不是。完了，没玩过。是炫舞团吗？不是。大女主。大女主。还大女主，哪个游戏有大？你肯定玩过。是。而且真的很难猜。不是。我没怎么玩过什么游戏啊。哦，是奇迹暖暖。是。弹幕说的。真的是大女主啊！大女主、啊。真的是大女主。奇迹暖暖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暖暖吗？暖暖。原来是叫暖暖。那我也想到一个。你来。说完了。后羿。不是。是游戏里的吗？是的。游戏里的。嗯。男性角色，女性角色。男的。那个穿越火线吗？不是。吃鸡吗？不是。王者荣耀吗？不是。侠盗飞车吗？不是，什么游戏啊？没玩过。力不容。男的。流星蝴蝶剑。不是。李逍遥。不是。几个字？三个字吗？是的。是英雄联盟的吗？不是。游戏。仅限于游戏吗？嗯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国产游戏吗？也不止游戏有这个人，这个东西的名字。历史上人物吗？不是。中国人吗？嗯。中国人，古代人吗？不是。洋气吗？啊？洋不洋气都问出来了，有点好笑。什么呢？我先去洗脸。这个名字不止游戏里有。明有拍过电影电视翻拍过吗？没有吧，应该没有。爸。哎，闺女。快点快点快点。不出来。给点提示嘛。啊。给点提示嘛。给点提示。那不行，给人是比太明显。中国游戏。这不问过了吗？这中国游戏啊。嗯，中国游戏不是中国游戏啊。中国游戏。中国游戏是不行。中国游戏。哦。中国游戏。哎呦，我们刚刚有语言障碍。不是，他刚刚去刷抖音了，他刷抖音了。对吧？中国游戏，我们中国有什么游戏？原神，一个很火的游戏。你们两个，哎呦，一个是奇迹暖暖，看看有什么是大男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大男主，知道了，你也知道人啊？谁？是李泽言吗？是的。你还选李泽言这一关了？我不知道长什么样，我看弹幕说的。一个大男主，一个大女主，好像他不是大男主，是四男主，啊，五男主。啊，这么多。嗯。李泽言，那李泽言应该是最火的吧？
因为我只听过这个名字。因为我看啊，还有个人叫什么白什么的，在那个朋友圈有广告，在那个深圳有那个屏幕，对，大屏，哦，好火。那天看到，很惊人，就是，不说了，你们一会儿再说。要飞出来我到三十就关直播了，悠悠们。你喜欢周奇洛？周奇洛，偶像失格，周奇洛。啊？周奇洛，偶像失格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周奇洛不是明星吗？然后呢，暖暖，在里面叫凉凉，其实他形象长得像暖暖嘛，因为都是差不多。他叫凉凉。大家给起名叫凉凉，这里面女主角就是自己。叫凉凉。为什么我说他偶像失格？因为他是偶像，有一天他手受伤了，然后暖暖就来，凉凉就来看他，就说你手受伤了，你手受伤了，那我帮你发一条微博吧。然后这个凉凉就帮这个周奇洛拍了照片，然后发了微博，然后粉丝在底下评论就说，我们周奇洛这张照片眼神也太温柔了嘛，谁给拍的？这也太温柔了吧。然后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热搜，反正大家都说周奇洛很好笑。这个弹幕吓死人了。什么呀？那不说了。这不能，他们这个周奇洛大明星没有工作人员了，没有 staff 的吗？对。但人家有专门摄影师的。要不都是周奇洛粉丝吧？然后周奇洛人气很高的。嗯，不会是姓周的。周奇洛，因为他配音非常好，是边疆老师。嗯。周奇洛人气很高的，周奇洛很强。但我知李泽言人气最高，因为我老是听到他的名字。对。李泽言说话的态度很过分。怎么了？他们。喜欢这卦。不，他们说不爱男人勿造谣。那开始给他们说奇迹暖暖吧，没准他们在偷偷玩奇迹。不，他们在玩那个四八的那个恋与制，哎，四八的恋与制作人叫什么？恋爱四十八。啊，恋爱四十八。恋爱四十八天。四十八天。这个游戏还有人在玩吗？会有人在玩吗？那个口袋，那个狼人杀有人玩吗？那个已经，那个游戏感觉已经停服了。感觉四八放一天。已经像这个软件用不了了。对。我里面还600块钱呢。我里面有钱呢。我里面有钱，因为它只能到1000块钱。才能提现。对。又提不出来。气死。周奇洛这么火，会有周奇洛粉丝来骂我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先罚跪，先下跪。六千就写打破。对，因为那个游戏直播太丑了。他以前有美颜，后来更新了之后没有美颜了，而且还锐化。哦，什么呀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海龟汤吗？白天宇来一个。想好了，来吧。是人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是物品吗？是。是房间里的吗？是。很无趣。你问呢？是这个镜子吗？不是。是镜子里的郑诗雨吗？不是。不是物品。是物品。是镜子里的手机吗？不是。是你的睡衣吗？不是。化妆包吗？是你的。是你的是怡宝吗？六目之缘吗？不是。是蓝妹啊，蓝妹儿，不好意思、啊。哎呦，白心好浅，嗯，打我打人了。哎呦，快问啊！是花洒吗？不是。你知道吗？你刚刚跟花洒有了 CP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给你组的。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为什么要跟花洒组 CP？ 因为你在花洒下偷偷流泪。神经病。白酒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是吸尘器吗？不是。镜子吗？不是。有什么呀？保鲜保质。是个假发吗？不是。是帽子吗？不是。是杯子吗？不是。是地上的吗？不是。是天是高处的吗？是。天花板吗？不是。天花板。空调吗？不是。是柜子里的吗？不是，衣柜。不是柜子里的。不是，袜子，你的袜子。是架子上的吗？不是。这个小房间你们都猜不到。
是床上的吗？不是草皮，我不是。是沙发上的吗？不是。是柜子外面的吗？对，在柜子外面。但又不在地上。对。在也不在架子上。对。在桌上吗？不在。是窗帘吗？不是。是窗户吗？不是。那你这个还有什么地方？不是。在你周围吗？不在。在厕所里吗？不在。是你的项链吗？不是。你们问了啥我都不知道。是在天上的是吧？嗯，是在空中的。在空中的。空气。水管。不是。空调吗？蚊子。不是。大蚊子。不是。没有蚊子，我们房间是空调吗？不是。他说也不在架子上，也不在柜子上。不是。灯。不是。还有什么？灯罩。不是。衣架。不是。空中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你确定不在架子上、柜子上？不在。空悬空的。不是。插头、插座。不是。海报。不是。哪有海报？那有点拼图。也不靠近柜子，也不靠近架子。不放在上面。对，不放在上面。一靠着它。靠也不一。它是独立的吗？是。悬在空中。不是。它不在地上吗？不在。那不就是靠真的还是什么姿势啊？你认输吧，你们认输，我告诉你。对吧，不认输。冰箱上面的那个细节吗？我。是的。冰箱上的洗洁精。我都没有看到这个洗洁精，因为寒假呢正好对着这个洗洁精，我一直在往这边看。哎，我给问你一个问题，旺仔走进一个房间，他待了十几分钟，我突然。等会儿，这说慢点。而且声音大一点。旺仔走进一个房间，等了十几分钟后，他突然尖叫着跑出来，地上遗落了一张纸，请问为什么？让他声音大一点，他就语速要变快了。我听懂了。我也听懂。旺仔走进了一个房间，看到这样一张纸，然后他就跑出来了。旺仔走进一间房间，待了十几分钟之后，突然尖叫的跑了出来，地上刚好掉了一张纸，请问是为什么？我终于可以跟你对视了。旺仔是旺仔牛奶的旺仔吗？旺仔是个人名。为什么要请人家旺仔？感觉都随便啊，随便的。小红、小周。不行，不要说我。不要喜欢我。因为他假发掉了。不。他掉了张字条，跑的时候掉的。跑之后掉的。是。太恐怖吗？我们是要推理他怎么死的吗？他没死，就发现为什么跑出来。我以为他跑出去自杀。这个姐姐老喜欢自杀。他只是跑出来了。嗯。为什么？猜他为什么跑出来？嗯。他在房间待了十几分钟，两间，他在房间里看见了不好的东西。看到蟑螂了。这个房间是空房间吗？嗯。这个房间里面除了他还有别人吗？有死人吗？没有关系。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你反正不止他一个人。两个人。有人。他知道房间有人吗？知道。是活人吗？是。他不在做坏事吗？就比如绑架。与此无关。他不刚起床吗？与此无关。这个房间是卧室吗？不是。这个建筑很，他们在的地方很重要吗？比如医院。有关系。在的地方重要。殡仪馆。不。好像是现在你知道有一种什么吗？就是自己是上帝圣眷。我现在就是上帝啊。别想。我现在是上帝啊。我现在是上帝啊，我得问你们得猜呀、是。学校吗？是办公室吗？是办公室吗？是轮船吗？是厕所。他对，我们再听一下前提啊。他旺仔走了一个房间，待了十几分钟，然后尖叫着跑出来。尖叫着跑出来。这个房间待了十几分钟，重点是待了十几分钟。有人放屁。对不起。我想起一个动图，就是有个人在电梯里放屁，然后他的屎喷出来。好，你这个不够好笑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《叔叔别拉了，我害怕》？你看过吗？哎，快，哎，怎么去哪儿了？你跑
憋着不肯上厕所，因为他不想在工作的时候上厕所，这样子就是会浪费他工作的时间，他就也不想在这个，就是下了班之后也不想在这个办公室多待一分一秒，然后他就憋着想要回家上厕所，在回家的电梯上，电梯突然坏了，他和一个小学生被困在电梯里，然后他憋不住了，然后一边尖叫一边在上厕所，在电梯里拉裤子，然后那个小学生说你不要害怕，你就是没关系的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就是反正意思就是劝他不要拉肚子了，我可以保护你。然后过了5分钟，电梯还没有人来救他们，他还在拉裤子，然后那个小学生说叔叔别拉了，我害怕。不是，这叔叔穿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他穿的对，然后没试好啊，他呀穿太久了，然后那个电梯就修好了，他们整个小区都知道他还在电梯里拉肚子。然后是真事儿吗？是真事儿，你可以去搜。然后隔壁小区的都来找他去拉肚子，为了修电梯，我真的被笑死了。去搜他那个描述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人在电梯里放屁，没忍住给放屁了，然后正好这时候进来了一个人，他很怕让别人闻见，就他自己闻的自己的屁，他就猛吸，他猛吸，忽然我觉得自己吸干，他就呼了一口气，然后他旁边人说你吃屎了吗？有没有水给我笑呛住了？口水要出来，还要去洗脸，我真的笑死了。那所以刚刚的答案，周，你这块给你搓，你搓走了这块地毯。所以刚刚答案是什么？你们还没猜出来呢，猜呀、啊！怎么就早问答案了？合适吧，海星宇？你不能说你讲了个笑话，还真的套答案哦。我怎么感觉我听过这个故事呢？那我接着想啊。但我不记得了。那一个旺仔。一个帽子，他拉屎了。一个帽子，因为他在那个电梯，因为他在那个房间里见到了那个男的，这个帽子就是那小学生。哎，快想，好想知道。嗯，好难想啊。一个帽子。他想上厕所。我想拉爸，我想拉爸爸。不是我想，我在唱歌。怎么这样啊，真的？这个在唱歌，不是我，这个在唱歌啊！我整懵了。不要想一个旺仔了，和旺仔没有关系。那这个。你想一个人。一个人进了一个房间里待了十几分钟，尖叫的跑出来了。嗯，他是想上厕所吗？不是。里面有凶杀案吗？没有。他就跑，直跑了是吧？他是尖叫的跑出来，还是直接跑出来？尖叫跑出来。是有人发了那有里面有化学武器吗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化学武器。嗯，这房间是电梯吗？这个房间是真人秀房间吗？不是。这个人是选秀人吗？不是、啊、房间里的人没被绑架了吗？没有。这个字条是他自己写的吗？不是。是房间里人留给他的吗？不是。他自己兜里跑出来的吗？嗯。他遗落的。嗯。赎金。不是。支票。不是。是他自己兜里的，是不是从这个房间里拿出来的？不是。哦，病历单。他在医院。不是。看到那个不是了都，这不是了，你还一直往下编。故事另外一个故事，来，继续。嗯，这不是一个恐怖故事，只能讲到这儿了。那个条上有字吗？有，那个有字。哎呀，这个地毯被我做的。等会儿你整个房间都被我撬起来。对，我们房间都被你拿走了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猜出来了吧？没有。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其实跟这个建筑物有，跟它所在的地址有关。对，所在地址有关。不是跳卷。恐怖故事，这不是跟恐怖和恐怖没关系。不是医院，尖叫的跑出来了。
啊，我知道了，他那是电影票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吧？对。他看了一个恐怖电影。对。然后他跑出来之后就掉了一张电影票，上面写的是恐怖电影。嗯，对，他掉，对，就是恐怖电影。哎，不愧是我。洗把脸就清醒。这是你们那个屁给你们。把画风转变了，你们那个屁。好无聊的故事。对啊，这是一个一点都不恐怖的，又不是怕你们胖。主要是他刚才不想吃冰淇淋。没有，主要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进的是电影院。哦。然后他玩电影了。那是个恐怖电影，他尖叫，他看了十几分钟尖叫跑出来了，掉出了一张票是电影票。刚刚都是恐怖，现在嫌清淡。对啊，我现在没有给你们。他们嫌清淡了是吗？嫌清淡，我肚子饿了，白相。陈天兰刚刚点了个碗。哦，我们那里面还有几根儿。几根儿？哎呀，我已经扔了，对不起。有几根儿 ？See you tomorrow。我知道，冰箱有蛋糕。哦，巧克力蛋糕是吗？对。什么蛋糕？巧克力蛋糕。我不吃巧克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。他为什么我不能吃巧克力？因为你是猫，你怕胖。猫不能吃巧克力。你怕胖吗？哦不。因为你在减肥。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我以前有个同学，他叫巧克力，然后我们都会给他编外号叫巧克力，巧克力爱放屁。好无聊。离不开屁了是吧？就从刚才开始。因为我是一只小狗，小狗吃了巧克力会屎。我刚才说因为你是狗吗？猫不是也不能吃巧克力？猫狗都不能吃。都不能吃，所以我也是只小猫，也不能吃巧克力。那你就不能吃到好吃的生巧啦。没关系，我不爱吃巧克力。我不爱吃糖。那就这个吧。你又想了一个。我那天讲的真的。我播到45就下不下线了，友友们，真的。嗯，那给你自己独自的时间。啊，那我就现在下线了。什么？到两点不要，太晚了。这样子吧，开始公演结束还是你结束？公演还没结束啊？没。哇！现在1:43，公演还没结束啊！天，救命！没拉票呢，我看看。在拉票还是没拉呢？这应该是上海有史以来最晚的一场公演了。其实，在北京经常这样子呀。真的假的？嗯。好吓人，救命！可是官博没有直播了呀。他们说刚结束了。哦，刚刚结束。牛啊牛！1:43了，好吓人啊，救命。来再说一个恐怖的。有不构思吗？大家没构思我去查。你去查。我去查。怎么办？我肚子饿了。我去查吧。我来查。周四也会很晚，我们三个人，但是也就晚了15分钟啊。对啊，也只比平时多15分钟而已。而且我之前是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都很乖的，我们就连换个衣服都被说。哼，不点外卖吃，这个点了不想点。嗯，没关系。太晚了，不能吃。我现在今天吃完了，我就要减肥了。就是一个生活非常勤俭持家简洁的一个老人，被发现死在家中，生前好像正在吃饭，尸体被发现时已经。你说慢点，我一个字也没听懂。就是一个。白星野，你没有听讲。我听了。哦、一个非常生活非常节俭的老人，被发现死在家中。生前好像正在吃饭，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残缺不全，而尸体周围的景象也十分的诡异。然后，推故事的全貌和诡异的现象是什么？诡异的现象。然后我再讲一下，后面还有，这是要推理的东西。嗯。嗯，抵制老人养了很多流浪猫。我刚想说这个。邻居感觉很臭又扰民。等一下，把答案说出来。嗯。你是不是傻？等一下。他把猫吃了。答案说出来了。他把猫吃了。没有，就是主人死了。他被猫吃。猫吃尸体。嗯。因为太饿了。那主人为什么死呢？被
邻居毒死了。邻居想毒死猫，结果把主人毒死了。对不起。啊，答案讲出来了。无语了。我以前听了那么多，我都忘了。到点了，好，友友们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来，这个，哎，再等着想一个。女明星养了一个女儿，她从小都会时不时给她女儿戴一顶帽子。有一天，她带女儿去医院，女儿在医院知道真相后就自杀了。哎，我好像听过这个，但是我不记得。女明星养了一个女儿，她从小时不时就会给她的女儿戴一顶帽子。有一天，她带女儿去医院，女儿在医院知道真相之后就自杀了。那个，因为那女儿总戴着一顶帽子，她对着那个女的说：“你看我像你爹吗？”我听过这个，但是我忘记了。与此无关。那个帽子是量她头围的。嗯，是。她没头发。所以她自杀。不是。她是光头。不是。她等她女儿长大之后。他等他女儿长大之后，让他女儿做点什么，对吧？嗯，你不是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但我忘了。你这个帽子一下就说出了精髓呀、啊！什么？这个帽子是头围？对。他给他植皮肤。嗯，对。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就是，应该就是他一个女儿。他的女明星怕就他老了之后，他女儿长大了，然后他用一个帽子每天测他头围，直到他的头跟他一样大，然后去医院跟他换头吧。嗯，差不多。啊，是女明星。女明星养的这个女儿就是每天给他戴那顶帽子，就是看他头长得也大一样大，然后等那个女儿头长到那个帽子适合大小之后，就拿去换皮。那女明星她的头怎么了？老了。老了呀。他女儿长大还不就老了吗？对啊。哦。女明星脸毁过容。不行，这个周思雨知道，不好玩，俺再来一个。这个不恐怖。海龟汤上瘾。救命！这有什么好救命的啊？有什么不恐怖？哎呀，小咪咪。那小胖子。小胖墩，怎么这么胖呀？耶啊啊！重死了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好胖啊！我觉得没有好看的故事线。会。我觉得在那个名。看看。哎呦呦，小胖墩。你好白啊，你一白我就黄了。哎呀，太重了这个猫，跟坨坨一样重，坨坨就很重，我就抱不动它。好，我也走了，我下线了，拜拜。不说了不说了，不玩了，现在太晚了。嗯，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拜拜。好，然后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拜拜拜拜，谢谢你们，拜拜拜拜，谢谢谢谢。一名女子又开始了，一名女子，听我说，等我先把这关了啊、嗯，拜拜，今天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一名女子。